人啊，我不想一直哭给人家看，一天到晚这样子，我不会不想啊。昨天也哭，在这里面嘛，想要自己心情保持好一点，但是难免情绪上还是会觉得不公平嘛，而且这个其实争议也挺大的，要踏出这一步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要对我一个女子这样子做的话，我也只能面对啊。难道就是躲起来吗？我也是辛辛苦苦赚的钱啊。那我拿回来这个是天经地义嘛。我觉得就是泄露各自还有妨碍名誉，因为我是拿新闻画面，所以我不晓得到底我犯罪在哪里。可是，对，就是，不觉得很生气吗？有，当然是有，因为昨天也哭，在这里面嘛，想要自己心情保持好一点，但是难免情绪上还是会觉得不公平吧，而且这个其实争议也挺大的。再来就是，要踏出这一步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我相信你们都有看那个文章吧？那当然，要对我一个女子这样子做的话，我也只能面对啊。难道就是躲起来吗？我也是辛辛苦苦赚的钱嘛。那我拿回来这个是天经地义。其实我难过流泪也是因为我没有对不起人。那现在到这种程度，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跟遗憾。但是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当然是要去争取。因为我私下已经找了他那么久了，他都不回啊，那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也只能靠这个方式啊。这也是我辛苦赚的钱，而且我有家人要养，我有员工要养。对啊，这我相信今天自己的老本，而且也因为债务这个问题，让我回台湾的时候真的经济一路受到打击。亲身自杀就是很多原因啊，因为你让我活不下去嘛。在忍啊，为什么要一直要？我也不想一直哭给人家看，看好像就是你一天到晚这样子，我不会不想啊。